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8月份一开始啊，由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台湾访问，台湾立即成了一个焦点啊，特别是呢，中共这么一闹腾啊，更是把事情搞得很大。那么8月9号，已经回到美国的佩洛西对媒体说，他认为呢，习近平正处于危机中啊，并用脆弱来形容习近平，说中共治下的经济啊正出问题，而习近平对他到访台湾的表现，佩洛西形容说呀，就像是一个吓坏了的恶霸啊。不过呢，佩洛西也认为中共对他访问台湾表达愤怒呢，只是一种公开的噱头，实际上啊，只是借题发挥，其中有自己想达到的目的。比如呢，就有观点认为，中共正借助所谓的军事演习，寻求在台海建立一个新常态，用这种军事手段呢，进一步靠近台湾，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呢，寻求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进出台湾港口还有领空的海空要道。正如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8月9号警告说的，中共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不仅在威胁台湾，还显示出要控制广大西太平洋地区的野心，其种种行径呢，令日本乃至于东南亚都很不安，而佩洛西访台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那此前一天呢，8月8号啊，中共还宣布把原定8月4号到7号的台海军事演习超期延长到15号，因此呢9号当天又有45架次中共军机，还有10艘次的共军舰艇骚扰台湾。台湾国军密切监视这帮子窃国赤匪的喽啰们的行动轨迹。如今呢，这些井冈山认俄作父的流寇啊，掌握到了点军事技术啊，就要出来晒脸了。那此前一天呢，是有39架中共军机，还有13艘中共的军舰被发现在台海区域活动。而中共的这种种行径呢，很容易造成擦枪走火，台湾国军将士啊，必是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我在这儿啊，我都看不下去，一帮红俄共匪的苍蝇蚊子啊，天天在家门口嗡嗡作响，本身就很吵，让人恼火。那8月8号之前，利用谷歌地图上建立共军基地及设施方位图的台湾青年温约瑟，分享了一张台湾民航船只在8月5号拍到的台湾国军成功级巡防舰正在海峡中线附近呢，驱赶不断逼近中线的共军 052C 驱逐舰。成功舰与共军驱逐舰呢，相隔最近的时候只有大约180米。8号呢，温约瑟分享照片之后，他收到了来自成功舰上将士发去的信息，说感谢有人记录下了当时的一刻，并透露说，当时成功舰坚持顶着共军的军舰，逼他向西离开，而且一度做了最坏的打算啊，做好了撞击准备，就是以碰撞中共军舰的形式逼其离开。那最终呢，共匪军舰是被迫离开相关海域。中华民国国军应对共军骚扰的原则是备战而不求战，应战而不避战。那这一原则在这场海上遭遇事件中啊，体现的是很充分。而在共匪在台海搞 garage sale 啊，摆卖废铜烂铁之时，国军一方呢也宣布在8月9号到12号启动天雷操演，这是每年都会举办的反登陆实弹射击演练，而今年演习范围呢将接近于中共海上军演的区域。不过台湾军方在公开表态时呢，只是称之为是例行操演。同时呢，日本军界也很关注台海的动态。日本退役海军将领香田洋二分析说，中共如果想发动对台登陆作战，就必须要保证削弱将遭遇的反击能力啊，将它削弱到近乎于零。但是呢，台湾的反击能力还不只是台湾岛，也会包括日本九州以西的可能帮助台湾协防的日本及美国的军事力量。就像二战时美军登陆硫磺岛之前呢，要先进攻日本在关东的航空基地一样。那按照这个观点呢，共军想在登陆作战前消灭几乎所有威胁，显然是很难做到的。那当然了，共军可以有一些非常战术。外交部华春莹啊，就给共军提了一条锦囊妙计啊，就是开中餐馆。华春莹啊，非法翻墙登陆推特之后啊，声称台北有山西刀削面，还有山东饺子馆各几十家，说明台湾呢该为中共国所有。且不说中共乃窃国政权，其根本上不配享用山西刀削面和山东饺子啊！就说呀，如果哪里什么餐馆多，就该归什么地方管。那照这个逻辑啊，那世界上需要统一的地方可太多太多了啊。美国前国务院发言人欧塔加斯啊，是一位美丽的女性啊，她呢就回应说，中国有超过8500家肯德基餐馆，那数量远超在台北的山西刀削面还有山东饺子馆。那这样看来呢，中国是美国肯塔基州的一部分啊，因为呢肯德基的餐馆总部啊就在肯塔基州嘛。啊，就说呀，这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讲话前呢，真的是不太用大脑思考。但是呢，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件事儿，这中共外交部呢，从今年年初以来呢，一直是汪文斌公公还有赵立坚公公两位场公轮番主持新闻会，阴阳怪气儿，好不痛快。可是呢，过了7月底之前，只是极其偶尔才单次露面的华春莹，却已经多次跑到台前带赵立坚的班儿啊。换句话说呢，赵公公不见了。话说呢，这赵公公也不容易啊！自从加入了战狼天团之后啊，一会儿被人发现在推特上紧跟苍老师，一会儿呢又被大陆网友疯传出逃美领馆。可最近呢，他被大陆网上热议，说他从发言人位置上消失啊，是因为出事儿了。这次的所谓传言呢，可比较真实啊！大陆网易8月5号都跟着一起议论了一下，那发文说，这两天啊，外交部发言人突然改为华春莹主持，那个小伙子休假去了。文中直接问到，发生大事了啊，话才出来控场吧？那这篇文章呢，直到今天都没有被下架，说明可能真的是有事儿发生啊。那么呢，大陆网上传出的消息是怎么说赵立坚的呢？说7月26号，赵立坚跟自己媳妇儿吵架，没错啊，这公公是有家室的。他在吵架时呢，把妻子给打伤啊，但是呢，怕消息败露，没有去公家医院看诊，而是找的外交部内部的关系、内部的医生。而赵立坚呢，也被医生看诊了。那给他看诊的呢，是北京6院的精神障碍知名专家马燕桃，诊断出呢，赵立坚患有双向情绪障碍症。这种精神疾病啊，一方面表现的是精神高亢，那另一方面呢是狂怒抑郁。与赵立坚在公开场合的表现是丝丝入扣啊，难怪他在主持外交部新闻会时，常常会双眼浮肿、黑眼圈深重、面黄肌瘦、脾气古怪，原来是这个原因啊！这个网络传言呢，可比中共外交部的发言呢要可信得多呀。而在近日呢，中共的宣传口也出了个事儿啊，是场内讧。总部在上海的大陆澎湃新闻，自从海南三亚封城之后啊，天天把这事儿当头条报道。一而再，再而三，把三亚给惹急了。指责澎湃新闻2天发了5篇有关三亚的报道，满篇以偏概全，报道负面事例啊，无视疫情防控大局，竭力带负面节奏等等，扣了一堆帽子，还说此媒体恰如其名，澎湃的太离谱。海南官媒大战上海官媒，这事儿啊，一下子就在中共国网络传开了。有大陆媒体人说，海南官方这是占用公共资源骂街呀。也有人分析说呢，大陆地方媒体对报道本地疫情问题呢也受限制，但报道外地的疫情情况就稍显宽松，因此呢，报道本地平安、外地混乱，也是中共各地官媒的报道手法之一。小流氓学大流氓嘛。因此呢，像上海狠爆三亚负面的事儿啊，类似事件时有发生。例如上海封城期间呢，辽宁支援上海的青菜烂掉。上海媒体为避免说到自己，就说呀，菜运到上海就是烂的。而辽宁官媒呢，立刻辟谣，说运输途中啊，绝无腐烂，质疑是在上海放烂的。两边就这么吵来吵去啊，这是清零乱象的一部分。那与此同时呢，新病毒不断涌现呐。河北在近日还公布了一种叫新型亨尼帕的病毒，在河南和山东已经发现了35例相关的发热患者。而且目前是无药可治，致死率达到 75%。 而亨尼帕病毒的天然宿主呢，也是蝙蝠。早在2021年就有荷兰专业机构预警，这种病毒如果爆发，可能会成为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的源头。就在国内国外一片不平静的大背景下，中南海却出奇的安静。7月31号，中共国防部的8·1招待会之后啊，中共7常委再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有人认为呢，这是8月1号开始，7常委又去北戴河开会了。其实呢，北戴河会议早在胡锦涛时代呢，就声称被停止了。而到了习近平时代，随着他越来越专权呢，所谓的北戴河会议啊，能够出现老人干政的情况是越来越少。就算这帮子常委离开了中南海，去了像北戴河这样的地方，也很难出现历史上啊北戴河会议的那种可以对当政的中共一把手进行强烈干预的事件。而且，中共七常委离开公众视野的时机啊，恰好在佩洛西访台前夕。而且有消息指呢，中共上个月就了解了佩洛西的行程，并且很可能提前告知了美方，他们会采取的一些报复性的威胁措施。包括向大海里射飞弹，七常委在这会儿消失呢，当然也不排除有安全考量。大家都会觉得啊，美日怎么可能在这会儿去动北京呢？大家都会这么想。但是呢，作为集权的统治者，他们的心理啊，可不是这样的啊，是对待安全二字是极度的敏感的。因此呢，不排除他们消失在公众视野的原因之一啊，是有安全考量的。川普在2020年初击杀伊朗2号人物苏莱曼尼后啊，就有消息说，中南海方面一度大幅提升安全警戒程度，而当年美军击杀苏莱曼尼采用的手法是极为恐怖的啊。有一个版本的说法是，美军先是在巴格达机场外定位好了苏莱曼尼轿车的位置，然后发射地狱火 R9X 飞弹，就是那个可以伸出6枚刀片的飞弹啊，进行绞杀。怕他不死啊，又发射了其他飞弹去炸，确保苏莱曼尼必死。而这一系列发射任务啊，都是由美军先进的无人机来完成的。中共的军事科技啊，现在跟美国比还差得很远。这些中共头把交椅的党官们，保命总是第一要务。他们派军人到台海玩火，自己待在中南海会很不安啊，要防备1万种可能性，所以呢会躲起来。因此呢，估计台海军演不结束，特别是有敏感动作的操演不结束的话呀，这几个中共常委呢未必会敢出来公开见人。其实就在台海军演的同时，渤海和黄海也在搞军演。8月8号开始，而且预计呢要持续1个月。有分析人士解读说呢，黄渤海的军演呢看上去更像是台海出事时为了保卫北京而做的。那节目最后啊，咱们简单说一个事儿。美国 FBI 在8月8号下午突袭了川普在佛州的寓所啊，就是马拉格庄园。川普事后在声明中说 ，FBI 撬开了他的保险箱，但是并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川普和 FBI 都没有说啊，这次搜查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呢，FBI 是怀疑川普没有完整上交跟白宫有关的机密文件。川普本人说，这是美国激进左派将司法系统武器化对他的攻击，因为不希望他在2024年继续参选。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到这里。欢迎您关注我在新平台干净世界上的另一个频道，链接呢我会在今天的节目留言区置顶。那么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me/大宇 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me/xwpajq/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也欢迎您订阅我们这个 YouTube 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